1966年，天再淡，幽银化石侵染人间，天地大劫。幸有侠士破此天劫，百年转瞬即逝，而今时灾再现。石轮公守人间千年，观石轮仪轨，探天地动向。我就猜着了，但凡跟着曲子只有半截，可不怪你昨夜又没别啊，叫你修是信得过你。说修好了就让我离开，我看我这辈子都得耗在这儿喽。阿良，依我之言，去将此物开启。弟子于西见。于西，师尊，禁地内果然在你们手里。欺世盗名，提什么天下苍生？果然就藏着。大胆！提朕光明真言。于西，尊者。这发生了什么？可恶！这你可真听话。魔尊皆反照，血肉尽为共。在下天玄门殷建平。你们两人怎么可能？石轮，这阿良，当时稳住阵脚，就像。我修了这物石这么多，阿良，看来，哼，剑意。名不虚传。小兄弟，现在石轮果然。就这样。尊者，于西。天大。师尊。玉溪，师尊，为师为你们啊。为师。风扬雪溪，路遥寒凉，星乱石轮。
宿世劫生。于西，为什么特地进？日食是天照。啊！快别胡说，我看。谁？你们究竟？何况。你就慢慢等。哎，你们又？于西。哟。什么？此人这般？哼，这可你俩看。俗话说，今日。这是在姑娘，我思现在我先听十轮成命，中法无相，一的伤口不疼，而且于西，你这是我的天，你也有自己的天赋，这样啊，天赋咩？姑娘小心，姑娘切莫于我能操控灵，现在就啊，你正有此意，放！这厮身手好生了得。于西，别冲动。我们。跑了，居然还带走了那金虫的。给我，白首，你怎么还？啊，是那个金童出现了吗？白首为什么会留意？圣女大人，你去找星鬼刻盘碎片。攻无不克，战无不胜。姑娘跟着我们，就是认识。我。啊，姑娘，你在阿良包里。我哪有动他的东西？阿良，快检查一下你的背包。这是什么药丸？阿良，快松开这位姑。我没碰他。这是。变强，总得有人去守护吧，总得有人去守护吧。都说了一。
奇怪。谁跟着你们了？一是这小不点儿。哎，阿良，想来去死。你是怕那白首通风报？凡事还是小。嗯，你们是要去死？这，你这话依依可不。姑娘，那就别指。于西，别墨迹了。好。这队伍哪怪？走了走了，我们哎，于西，那儿通向再往北呢？再往北就是美啊。小不点儿。知道了。依依，这个啊，依依找